现在来到这里休息站看下去的话，是给我是不容易的 ，OK。但是在这个越野的地方，我觉得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体会。然后今天呢，不知道现在我住哪里，我知道这边没有电，这里没有线，那个是很难。然后我也期待到最后整一整天、两天、一晚的那个感觉出来会怎样，然后再给大家看看，很美，很美哦。我最不喜欢的运动就是钓鱼，然后今天为了这个节目钓鱼，然后还跟这个我从小看到大的帅哥一样年纪的，我从小到大原来我还比他大，这个是大大，对对对对，我没想到他真的这么帅了 ，OK， 真的，你看他白到，你还跟我比他白到，没有，我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没有毛。对，真的没有毛的，跟我一样。我以前很尴尬的，很难找的，不好意思了。现在真的找得到，所以这个是很好的体验。然后啊，期待我们的这边的大哥，然后看到我这个 video 他组织完的。哇哇哇！我想看了，就去找，我出山就去找 ，OK 刚刚现在刚刚拍摄了第一幕，然后就是这个节目蛮好玩的，就是它整个拍的好像哇，真的很大自然的感觉。然后我们主持人还有申美莲啊，还有林佩莹啊，然后还有林亮啊，哇，那个小妹妹真的很小，还有一个名字21岁的啊，我也觉得很好玩的，好像整个节目好像面积最大是我哎。我在这里真的一个很好的体会，当然了我不习惯，但是我挑战一下给我自己，然后精神了，因为我是一个 city boy 来的，所以我没有想过会来到这里，然后这一次我女儿来看有什么的不一样的 chemistry 出现，接下去我很期待讲看整个 video、okay？ 加油哇，都没了已经，二一走吧，生活是除了拍节目以外，来到这里的话，你看，还有吃火锅，还跟那些帅哥美女一起吃，还有些可以做我女儿儿子的也有。哇，这一次很好的体验，然后在一个地方，你看完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之下，哇，真的很不一样。回到在 nature 里面的生活，其实给我一个好像 recharge 的感觉，就是充电的感觉。我另外一个体会呢，对我来讲，这个年纪其实很久没有试过这样子，真的很久没有试过 camping 了。所以这一次等下要睡帐篷的时候，也不知道什么状况。我希望我睡得早，所以节目已经出了。所以这一次，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尝试在户外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或者不喜欢的话，去尝试一下。再一次这个露营的，我这次露营的经验，然后也体验到不一样的东西。早上6点多听到鸡叫，然后这个是很一样的体会，很久没有了。以前我住的地方也是，可能以前嘛，我们换房子也会养鸡，然后听到鸡叫很久没有听到。所以这一次真的停下来，在离开城市的时候，那种感觉真的会给我一个好像 refresh 那种感觉。然后这一次还有跟主持人、跟嘉宾 Amber。那原本因为也真的认识他这样久，没有真的坐下来真的聊天，也是很大的一个体会跟了解 ，OK， 跟理解很多东西，然后很过瘾，很过瘾。那有时候我觉得出来就是体会到人事物看的时候，真的有给我一个很不一样的想法跟成长跟充实啊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喜欢我的 page 或喜欢我的 video 的话，继续 like 我的 page， 来 video， 让我以后我会做更好的、更有 value 的、更好的体会的，然后展示给大家。谢谢大家。